所以还没有拆之前哦，是长得像这个样子。还没有拆之前，我这边还有玻璃，好漂亮哦，带回家。屋顶拆掉，带回家。床拆掉，带回家。柱子拆掉，带回家。好啦，能拆的都拆完啦，大家高兴吗？连你们的地板都拆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。我是小玩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二，我是瑞雷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哦，我们要找很多甘蔗种子，我们还要去山上的教会。但是开始，我们需要让狗成我们的伙伴。我来敲响钟以后，跟恰克讲话，然后恰克就会说，可以让狗成为我们的伙伴。首先要在他的背后抚摸他，轻轻从他背后抚摸他，就可以让他成为我们的伙伴。那我就出发喽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打背后，抚摸它，这样狗就成为我们的伙伴了。它可以带我们去找种子，然后我们要帮这个狗取名字。大家觉得要取什么名字才好呢？我想要帮它取暖暖包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很适合这个狗吗？暖暖包跟在我们后面一起行动了。然后在我们出去找种子之前，我们先跟恰克讲话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找甘蔗种子。那为了要种甘蔗，旁边的这个副总督吗？马基尔先生，马基尔先生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种甘蔗。马基尔说种植甘蔗有特殊的做法，到手之后不能马上种植。那究竟该怎么办呢？要去教会。他说我们要一个道具。在湿地的高台之屋中，有个叫梅吉拉的人，是他的仆人。然后我们可以在他那边拿一个壶，用壶才能种甘蔗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找很多甘蔗种子，就要去找他的仆人，然后去拿一个壶。那我们出发哦。那我们先穿过这个山洞，这边应该就会有甘蔗种子，应该全靠我们的狗。暖暖包闻到什么东西了吗？现在我们就跟着我们的狗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哦，发光这边它找到种子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获得很多甘蔗种子。那就继续找甘蔗种子，要找25个甘蔗种子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又有甘蔗种子了吗？好，收集到25个了。收集到甘蔗种子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来去山上的教会，在这边去打一个壶。我现在这边把指引珠打开来，哈贡教会啦，对啦，我们来了。那来哈贡教会的话，你要准备小麦跟高丽菜，这样他们会要小麦跟高丽菜，所以我身上随身带小麦跟高丽菜，我来跟他讲话一下。就是他是梅基啦。我们来这边拿特别的壶，然后他说他要蔬菜，要多少个呢？50个小麦，我们就给他50个小麦。然后我们给他小麦以后，他就给我们一个壶。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。可以随心所欲的汲水跟浇水。
然后他有事情要我们帮他。梅基拉希望我们帮他把水舀上来。我那边有蓄水池，我们把水倒到蓄水池里面。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，我们就下山去拿水。我就不管这些怪了，我直接去拿水。那这边只要泥水就可以了，我来拿些泥水。好了，拿好水以后，我就上到教会这边，把他们蓄水池装满水。还有标示在哪边要浇水，在哪边要倒水，这边吗？这样，这边我来倒水。还有这里。好了，倒水以后，我来把这个门打开来。哦，水就继续流到这边。然后让水继续流到这里。还有这边，打开这个地方，一路让它流下去。这样，我应该就完成任务了。帮他大忙，等一下你就知道我帮了你一个大忙了。他给我们五个甘蔗种子，还有一个壶。那除了他以外，后面还有两个老鼠哦，跟他讲话也可以拿到不同的东西。我记得他是要一个包心菜，哦，没有，他要小麦，十个小麦，我们有小麦吗？我们有21个小麦，没问题的，跟他讲话。给他小麦，他给我们另外的甘蔗种子。那旁边这个应该是要包心菜了，没错，我特别带了包心菜给你，给他10个包心菜，再给我甘蔗种子。他们都很感谢我，因为我帮他们带了食物，可是他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先睡觉一下。The next day， 好了，睡起来以后，我想要把这边拆了，我想要把这拆。所以还没有拆之前哦，是长得像这个样子。还没有拆之前，教会长得像这样。那我现在就开始拆哦，不废话，从他们的后面开始拆这个。旗帜拆掉，还有你的井，然后把它拆掉。你的门，我把它拆掉。我知道之后这些都可以做得出来，但是我就是现在想要拆。然后把你的种子也带走，把你的包心菜也带走，就是这一招。然后我们上到二楼，二楼的话有它的很漂亮的桌子，把它拆掉，它的旗帜把它拆掉。我们才刚开始而已。我这边还有玻璃，好漂亮，带回家。屋顶拆掉，带回家。
床拆掉带回家，柱子拆掉带回家，喜欢吗？带回家，拆掉带回家，烟囱吗？喜欢带回家。说这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这块，那当然是要带回家喽。这个啊，袋子拆回家，箱子拆回家，绳子拆回家，窗户以后能做了，不过我现在拆回家。这个啊，水闸门啊，带回家。这黑色的石头啊，带回家。我记得我现在可以大范围破坏。哦，就这招。哇，种子，哇，都是水了，怎么办？要淹水了。没关系，刚才我帮你们倒水，现在我把水都收回来就好了，你们就不会被淹到了。也就是你们的种子都被我拿走了，然后你们也没有水了，非常可怜，非常可怜。好啦，能拆的都拆完啦，大家高兴吗？连你们的地板都拆了。那我们就把我们拆到的东西带回去咯。恰可干嘛？恰可干嘛？对，没错，我收集到甘蔗种子了。我们这样在这边会不会太急了？我们这样，对了对了，来了，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来种甘蔗种子，要在水中打造旱田，要在水中立起稻草人，创造旱田以后就在那边种下种子吧。好的好的，把甘蔗种子种进水中的旱田，让一颗发芽吧。那就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《勇者斗恶龙：创世小玩家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做更多更多这种斗恶龙像，我会做更多更多跟《勇者斗恶龙：创世小玩家》相关的影片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